Welcome to my channel, A Daily Dose of China. I need your support to reach 1,000 views and 1,000 subscribers. If you don't mind, can you press the red subscribe button below this video? I will be really appreciate it. Here is the video of a pretty Chinese girl singing a popular Chinese song. Okay.
带刀侍卫是吧？我可是带着刀的。我们八米长，他砍刀。南哥八十米长，砍刀也挺吓人。嗯，不。我这不正照着呢，照完照完。完了，他也不给你钱。你知道你那个字儿不会，你自己不会写字儿。对，我怎么不会写？我给写。我也不能在我这儿。就是个屏。失败了。不可能，别吓我！先把钱，先把钱，先算了。我和他合照。你是去岛了吗？什么？去岛？放屁！后面太黑了。这个太黑了。谢谢大家。永远都带着身上，永远都带着身上，永远都带着二到四张照片。哔。我的。好的。行。走吧，我有手机要没电了，接手机，对啊，准备回酒店吃面包了，那还是先洗个热水澡吧。谢谢羊毛钻的飞机，我手机马上要自动机了，都还是买不起刷呢。那我要准备下播了哟。对，这个还要感谢蘑菇们来保护我。护卫队，我刚听到他们说，他说，哎，我们送完提莫，送上车了，然后他们就撤了。哎，这个小妹妹怎么坐在地上啊？怎么坐在这里啊？干嘛呀？被吓到了吗？车来了没？好的，那我先下播了哟。明天 QQ 音乐、酷狗音乐首页8点钟，晚上8点记得给我，记得来看我的直播打榜哦，打榜我的新歌，等你哟。如果不知道在哪里看的，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，进入超级话题冯提莫，然后呢，可以看到怎么去明天去一起帮我打榜把空，加油！看我明天直播哟。会在舞台上唱歌。啊，手机30秒后关了。好，大家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冯提莫，关注超级话题哦。还有那个，如果想要23号演唱会，斗鱼演唱会，我会去表演，在北京。想要票的小伙伴，关注冯提莫后援会。谢谢。